端手，抚着秀发，身穿丹宁牛仔衫。22岁的这位面包店刘姓店长，外形亮眼。18号下午1点多，才在脸书 po 上这张洋溢着夏日气息的照片，附上一句“爷复活了”，不料却在短短不到5分钟后命丧火窟。老旧民宅窜出浓浓黑烟，同样是在18号下午1点多，彰化园林的这家面包店正在准备营业时，却传出火警。虽然在不到短短1小时后顺利扑灭，但店里头的3名女子却只有2人逃出。当时刘姓店长疑似正在洗澡，逃生不及，获救时已无生命迹象。事实上，刘姓女子除了店长身份，还兼具乐团主唱以及外拍模特身份，多才多艺。但才PO出美照，写下爷复活了，却立刻命丧火窟的巧合，不禁让好友们感叹世事难料，倍感惋惜。记者台北彰化综合报道。